燕王大军齐心应变，我审他们齐刚领章，是秦末故意让他走。这两天啊，北边来了一个百户，这个位子只有我能坐。马上滚！你和陆东大将主办一场宴，今日起，另外二人就不要再相互猜忌。橘子，包一个。 孺子可教。我发誓绝不放过任何作恶、偷鸡摸狗的事情，还让我来办。跑吧。这是一招毒计，逆党这个案子的主办都不了神主。 水里活的，你想怎么钓我都可以。同马共济，不以不饶。他在什么呢？别问我，就是逆党。我和你这样的，今生做不了朋友。我打心底里看不起你。你还是那个跟我约定同马共济的人吗？